在哪里？好，那我要出题目哦。
录像厅把你们组的注意力放到黑板上，那你们可以看到他们这样解出来的。但是你们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每组都要解这么久，而且解这么久之后才一组解出来而已？你们想到比较快的方式吗？我们解不到。好，那我现在跟你们讲有比较快的方式。那你们看到四，四的意思是什么？四不是把全部填满吗？所以你可以先做记号。我们是有发白板笔下去，先把它全部填满。好，它填满之后呢，你可以发现三，对不对？所以在它这边已经有个填满，那其他这个只有两个需要被填满，然后这边是两个，这边是三，这边是二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你就是用这种方式，你先把你所知道的，你有线索，把它这样填上去。好。那你看它这边有二，它这边是二，然后这边是二，对不对？所以它代表这边只有两个，这边有两个，然后这边有三个，也是一样。所以你就按照这个题目，然后之后把这样全部排上去，所以知道吗？没有，你看你有两个三个的卡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两个的卡。那你们两个三个的卡跟两个的卡，你们要怎么排才可以让这边都是满的？两个。你是不是要这边有三个，对不对？然后这边要两个，就刚好两个三个。那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这样不就刚刚好了吗？对，所以你们就用这种方式，四你先填满，那你至少知道一个线索，那你就靠这个线索，然后再结合其他的线索，把它这样排出来，好了吗？那我再出另外一题哦。